今日呢個全港學界龍獅藝比賽咧，係發揮到佢嘅效果，因為我哋睇到咧啲學生咧係參與嘅過程裏邊咧，係非常之投入。特別咧喺我哋教育局經常都會提醒啲同學咧，就係話唔好淨係睇個人，而係需要咧係好多時咧發揮呢個團隊嘅合作。咁呢啲咁嘅龍藝獅藝嘅比賽咧，係必須要咧係整體要配合，亦都咧係可以發揮到咧就係同伴之間咧係互相提點協作嘅功效。 新闻发布会，国内外300。首先，事情好像很忙。好，我们来看看。欢迎。主持人是主持人，有关香港主会场的事故，现场有请。得到举办地社会国际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使得世界华语运动会的事业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在台湾的部分，已经率先举行了。我们总共台湾的组委会要举办三个很重大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呢是脚踏车环岛，来回800公里，我们已经跑了。另外一个活动是高尔夫球赛，我们8月4号还有一场，11月11号。 因为世界华人运动会本着人本、自然、健康、和谐这个精神来全国体育运动，这是符合世界华人所有华人的愿望。希望通过今次的比赛，带领着国内华人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广传统国粹。 运动会将被越来越多发挥它积极的作用，将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我代表世界华人联盟，对首届全这个世界华人运动会的香港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以前的那些单项赛事也好，单项的赛区也好，实际上呢是为了积累经验，创造品牌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今年的11月11号首届世界华人运动大会的举办呢，就标志着我们世界华人有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体育运动品牌。我们会再接下来的3年举办一届。通过两岸四地，就是香港主会场，还有台湾、中国大陆、澳门4个场地，一起举办的这些赛事呢，它的经费呢，大概也要在几千万。这些资金呢，都是由我们的世界各地，包括大陆的一些企业界来支持的。在香港举办的这个香港主会场的这些赛事项目和我们的开闭幕式，还有火炬行呢，我们预计的人数呢，应该在2000-3000人左右。
咁其實我哋就係負責網球同埋草地滾球呢個項目嘅。咁其實點解網球同埋草地滾球呢個項目，即係我哋會引進到去呢個首屆華人運動會，係因為首先即係我哋可以提供到場地啦，咁可以首先解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咁第二樣嘢就話，我哋印度游乐会同埋首届华人运动会，希望通过呢个渠道，将我哋大家中印嘅友谊更加去宣扬，更加去大家系喺一个更和平同埋一个更和谐嘅气氛之下，将运动同埋呢个和平嘅 message 就带到出嚟咯。